前面的妆容跟手上的刷色，是不是觉得这一盘眼影盘真的很美？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就对它这所有的颜色很，就是强烈的吸引到。它的色系比较偏向是带红色调，然后比较暖一点，因为有一些这种橘色啊、棕色这种颜色，然后再偏一点紫色的色系，所以呢，比较喜欢这一种红色系、紫色系的人很能购入这一盘。然后这一盘呢，是好像他们唯一一个有镜子的，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镜子有一点没有用处，有一个原因是它飞粉的状况蛮严重的，在上面都有看到我有稍微清理一下的痕迹，然后飞粉状况有点严重，它势必就会沾到镜子上。那这镜子它虽然有一层那个保护膜，然后每次画的时候我就只会撕一个角起来，画完然后再把它粘回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镜子说真的，我觉得用处没有到非常大，因为如果飞粉粘上去的话，我就觉得镜子脏脏的很不好看，而且它这个是纸的，它不是那种塑胶壳，它是纸的那一种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容易用坏，或者是用那个纸巾擦的话很容易擦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镜子的设计倒是还好。那它这几个眼影我真的觉得都非常的显色，如果有用过 Colourpop 眼影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的眼影都非常的显色，所以我刚刚在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也是少量多次的堆叠，这样子的话眼影比较不容易失手，然后也会比较细致。然后有几个雾面眼影呢，我觉得颜色虽然是很漂亮，可是会有一种结块的感觉，尤其是像这一颗紫色，它会有一点结块，我之前用手再去试色的时候，它很容易结块在一起，然后要推开，所以这种雾面的色系啊，建议就是真的是少少的沾取，然后慢慢的上，然后慢慢的用刷子画圆打圆的方式把它晕开，这样才会比较好操控。但是这一种珠光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，每一个珠光色都是非常一画下去那个光泽感，它的显色度真的都非常的厉害。然后还有这两颗我觉得很漂亮的打亮色系，或者是眼头眼窝这一种
提亮的这种颜色，我也觉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些颜色啊，是真的可以完成非常多种款式的眼妆。如果你像我今天画的，就是比较带粉红色调啊、红色调这种的样式，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带一点棕色系比较多的，这里也有很多这种，最下面这一排都是比较棕色系的眼影，你也可以做搭配使用。所以就我觉得这一盘的实用性上面也算蛮高的，如果以喜欢红色调但是你又不想要缺少大地色的话，蛮能考虑这一盘的。然后同时间我有购入另外一盘，之前有拍过妆容的示范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这边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过去看看哦。好，那今天以上就是我 Colourpop 这一盘 You at me at hello 的眼影盘的分享跟妆容的示范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这个影片按个赞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开启小铃铛，不定时会有更多影片更新通知，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， 会有更多的生活动态哦。好，那我是爱丽丝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